开到场了，来看一下下一场。这一场我只有我要四个队友，拜托，不是四个队友，三个队友。哇，这个声音好大声！哇塞，哇塞，上去还是勉强听一下啊。有三个人的声音了，有三个人进来了。我有三个队友，但听起来。到底谁的公仔？不行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小孩。然后我是知道那边有人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有，我不知道他会有四个人在那边呢、欸。我不知道那边有人啊，不，我不知道那边有几个人。我看到是两个，原来有四个哦。这个真的是已经知道啊、谢谢，已经知道有人在那边啦，想说炸死个一个或两个，结果再多了两个，害我的晒了两个偶像，我的偶像，为什么这小朋友讲话的方式好像在搭讪女生，很可爱。好，我们这一场第二场，看下敌人的位置，左边一只，左边两只。刀两只。First blood。他一直在右侧。箱子后面好像，好没有，一直在看到。Double kill。剩最后一只在对面的车子里面吗？在这边。哦，他跟在我后面啊，没看到。去哦。我原本以为我这场只有三个队友，结果不是两个队友啦，结果有三个队友，还不错。丢个冲锋枪子弹在地上，看有没有人要汤普森。我是不喜欢汤普森啦，不太会用。凝胶、手榴弹、香菇，然后装备买个三甲好了。好嘞，好嘞。我记得有一个技能可以把这个团队突袭。二头把它升到三头，但我觉得那个技能，我的打法比较不太好用啊。对，就是觉得说升到三头好像也没有太好用。如果它可以升到四头或四甲，那更棒。不过团队突袭可能就打不太死了，那伤害会很低。First blood。后面的队友在乱架凝胶，一个敌人在中间，一个敌人在最左侧。我们先去打那个最旁边的那一只，在阳台吧。有，他在阳台。哎，他下来了。啊！剩一只。Nice， 我的队友还蛮燥的嘛。可以啊。那这边我应该是不用再绕路了啦，因为感觉敌人他们没有打到太怎么讲？太包夹的感觉，他们是分散，稍微分散，丢个一些冲锋枪子弹，那我就直接走直线了。手榴弹可以再多买一颗吗？不行。哦，凝胶可以多买一颗，哎，没钱了。这场输了就没钱了，输了直接变穷光蛋，直接脱光。可是应该还是会有一两千块啊，楼上有两三只，这个应该可以直接压。他们全部救起来，等一下。剩最后一只。Double kill, triple kill. Nice, good job. 他们好有钱啊！他们大概有，应该有四个底。全部的敌人四个好像全部都有强心针哎，好有钱哦！刚刚每打一个好像都是，对啊，都有闪绿光。我刚刚打
掉下来那只好像有，然后上哎、欸，对我刚刚手榴弹炸倒两三只嘛，然后每一只都救起来，他不知道是自救还是我猜应该是有那个强心针，应该是有，对，然后感谢暗战十杀这场十杀吃鸡，然后感谢队友，然后按个赞 ，OK。